那当然另外一位准超级红星要登场了，欢迎葛平哥还有他的家人们，慧芳姐凯姐还有郑颖都来到现场了啊。今天呢，这个葛平大哥跟慧芳姐呢，哇，以一个黑白色的一个有点像是夫妻情侣装的造型啊，其实有很多的小巧思哦啊，也是由汉伟哥设计的，等一下我们可以仔细的再看一看哦。那当然今天跟两位他们的这个新二代一起走红地毯，那感觉肯定是非常的温馨，非常的温暖哦，而且又是特别的日子，要领取超级红星大奖。